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哎，小咕咚啊，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的智慧树音乐节啊来了很多很特别的朋友哦。哇，太好了太好了，那第一位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大家好，我是胡精灵，今年14岁了。我在5、6岁的时候呢来到哒哒噜啦，然后担任小主持人噜啦噜。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噜啦噜，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谁的声音呢？哇，哎，小咕咚，你还记得哒哒噜啦吗？哦，咕噜咕噜，小咕咚当然记得啦，但是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可能不记得啦。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吧。好的。听听听，是谁的声音？猜猜猜，是谁的声音？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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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啦噜啦，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咦，小朋友们你们看见哒哒了吗？哎，小朋友们你们快看，这里有3个门呢，该不会是哒哒哒哒，是你在里面吗？肯定是哒哒在里面给我们准备好听的声音啦。小朋友们快和啦噜啦一起进门看看吧，该选哪个门好呢？粉色的门。哈哈，啦噜啦也想选粉色的门。小朋友们快和啦噜啦一起说哒哒噜啦。咦，原来是一只小鸟啊。小鸟你好，我是啦噜啦。啦噜啦你好，你在找什么呢？我在找哒哒，你看见他了吗？哒哒好像在2个房间里。谢谢小鸟。小朋友们快和啦噜啦一起打开2个门试试吧，和我一起说哒哒噜啦。嘿嘿，我是哒哒，他是啦噜啦，哒哒噜啦，哒哒噜啦，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那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咦，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能看到。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好的好的。这是不是一种运动发出来的声音呢？是的没错。它是不是需要一根绳子？是的没错。当我们用双手挥动绳子的同时，双脚还要配合跳跃才能进行这项运动，对吗？是的没错。哦，啦噜啦知道了，这是一种运动发出来的声音，它需要一根绳子，当我们用手挥动绳子的同时，双脚还要配合跳跃才能进行这项运动，是跳绳，是跳绳的声音。答对了，让哒哒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找到了，送给你。听听听，是谁的声音？猜猜猜，是谁的声音？多么神奇的声音，多么美妙的声音。
很难猜呀。对呀，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胡精灵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吧。好的，好期待呀。今天的时候其实我也邀请了一位特别的朋友来和我一起这个表演这个歌曲，那我们掌声有请。啊，还有特别的朋友。哇，大家好，我是拉鲁拉。哎，大大去哪里了呢？大大，大大，游戏时间到了，快出来和我们一起听好听的声音吧。今天智慧果音乐节都会有哪些声音出现呢？哒哒，你准备好了吗？嘘，要安静哦。是木琴的声音吗？我觉得这是扬琴的声音。不是的，那个三角的那个叫什么？三角铁没声儿啊，没那个。风铃不是，我觉得是木琴。钢琴。钢琴不是真的，听着很耳熟，但是想不起来了。是铃铛的声音。铃铛不是。马林巴琴。我也觉得是马林巴琴。我觉得是钢片琴的声音。不是。妈呀，那是什么声音呢？是颤音琴的声音。它的名字叫做颤音琴。是谁的声音？猜猜猜，是谁的声音？多么神奇的声音，多么美妙的声音！听听听，是谁的声音？猜猜猜，是谁的声音？红果果，看到当年的小朋友一下子就长大了，但是呢，见到他呢，还是感觉很熟悉的样子，真的是很有意义啊。嗯，这么多年过去了，看到同样的这个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感慨，是不是啊，小古董？对呀。哎，那下一位小朋友是谁呢？张轩瑞小朋友要登场了，而且是和我一起表演哦。哇，更期待啦！来看一看。本栏目由麦师冠名播出，麦加麦340麦燕麦脆，幸福生活从一口燕麦脆开始。冰能化成水，水也能变成蒸汽，蒸汽还会凝结成水，水也能冻成冰。这是一个游戏，里面有很多奥秘，只要你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就能发现它的神奇，它的神奇。嘟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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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了，我发现了，我发现了奥秘。嘟噜嘟，我发现了，我发现了，我发现了奥秘。小朋友，你知道水是怎样变成蒸汽的吗？赶快想一想吧。耶！温度这个魔术师让冰变水还有蒸汽，在他的智慧下变来又变去，还有很多游戏，还有很多很多奥秘，只要你细心寻找就能发现，就能发现它的神奇，它的神奇。嘟噜噜嘟噜嘟噜噜，我发现了，我发现了，我发现了奥秘。嘟噜噜，我发现了，我发现了，我发现了奥秘。哇哇，红果果，你们合作的这一首发现奥秘真的是太精彩了，好有默契呀。对呀，真的是我跟他没有彩排，直接就上去我们俩就一起唱了，没想到当时我当观众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感觉好像排练了好多次，是不是？对，真的是太棒了。其实就这么一次，说明我跟他很专业，很有默契。对，我在为
红果果鼓鼓掌。谢谢，也谢谢张轩瑞小朋友。嗯，哎，那接下来的会是谁呢？嗯，接下来要上场的呢是一对姐弟，他们将要表演的是智慧树 party， 一起来，一起来看。拍手，拍手，来，真棒！表情笑。本栏目由盖世冠名播出，麦加麦三色藜麦燕麦脆，幸福生活从一口燕麦脆开始。好。我们很开心，我们 happy happy party， 一起来 happy party， 你我都是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一起大声说你好，你好，一起快乐舞蹈，跳起来，小朋友们。本栏目由高钙美味助力成长的妙可蓝多奶酪棒特约播出。这是一个 party， 快乐的 party， 和朋友一起快乐的 party， 我们很开心，我们很 happy， happy party， happy party， 你我都是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一起大声说你好，一起快乐。真棒呀！是的，这首歌呢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小朋友们。嗯，看到他们那么喜欢这首歌，我们打心眼里也很高兴，是不是呀？对，那接下来又会是谁呢？嗯，接下来的这位小朋友呢叫做吴荣天，他在3岁的时候参加过我们的小宝贝大声唱。嗯，那陪他来的呢是他的爸爸和哥哥。那今天呢连妈妈也来了。哇，唱的就是当年唱的那首歌《最美的光》。哇，好期待呀，全家齐上阵，一起来欣赏。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在本期的大声说节目中，小朋友们一起讨论了关于歌曲的话题。我唱歌时候感觉非常的开心，快来一起看看吧。你什么时候会唱歌？就在车上有时候会唱，在家也有时候会唱，在外边也有时候也会唱。我在家里只要开心的时候都会唱歌。我喜欢在跳舞时候听音乐。我一般喜欢晚上吃完晚饭和爸爸一起唱歌，因为我爸爸每天要是有时间都会唱一些奇怪的歌，我们也没听懂。我喜欢在车里唱歌。我喜欢跟全家一起唱歌，因为他们给我鼓掌，我很开心。跟爷爷在公园玩和唱歌，特别沉醉沉醉的歌里。我唱歌会特别的开心。我喜欢在学习在家里唱，因为我妈老给我鼓掌，我妹妹老笑。我喜欢跟郑涵一起唱歌，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跟他一起唱小白兔。你知道不知道我最喜欢跟谁唱歌？你想跟谁唱歌？我喜欢跟我们班的所有小朋友唱歌，因为大家都是一个集体嘛。因为我本身就很开心，听到歌心里更开心。你喜欢唱什么歌？我最喜欢的歌就是《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呀，青翠的山林里，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绿草，还有个会唱歌的小狐狸。春天是绿草特别多的地方，还有红花。现在我最想，其实我唱的最好的还是屋里。别花自己散步宽容一响脸，每个拥抱里压大胆的心情。我喜欢听勇敢点的音乐，因为我本身就勇敢。精忠报国，马蹄南去人北往，人北往朝秦皇城飞扬。我愿守土不开疆，堂堂中华要让四方来贺。我想象中的画面是战马扬起前蹄往上冲，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他那是心想的愿望，用神奇魔法，听说每一个小孩都想得到它。准备好了，舞友，一起探索吧。我一唱这首歌就想，我就梦到我路上，梦到我的好朋友们。小小的纸飞机，小小的纸飞机，飞过青草地。甜甜的微风香，你等着那一勇气的目光，笑容的甜蜜，摘朵花儿白它送给你。你觉得它会让你想到什么样的场景呢？我在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看高空的小飞机，旁边有山泉有水的声音。